昊天，昊天，嗯，今天你在公司跟你大哥相处的还好吧？很好啊，他把爸以前选的那些人，还有那些什么我所谓的亲信，通通换成他的人了。他这也太操之气了吧！他甚至还开除了马军。什么？开除马军？哎呀，你怎么不制止你大哥呢？您不是说不让我跟他对着干吗？这可是要出大事的呀！妈，你不用急。啊，我是说，这到年底了，让人家失业多不好。再说，这也会影响家家好的稳定啊！不行，我得跟你大哥打个电话。妈，你不用打了，这马军失不了业，梁健当时在场就抢着要他，说什么报恩。梁健他到底要干什么？妈，我怎么觉得这段时间你怪怪的？哎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不，妈没病。这样吧，昊天，你在这儿看着你爸爸，我出去一会儿啊。哎。三万。哦，就客气了，那三万的负责。哎，我不客气了。好了，吃饭了。来，就是，哎呀。没吃过海洋的，你要倒是给我做的噻。哦，那菜一桌，要喷的，我就不得了。来，三个，不要。哎，咱们别生气了，老豆，一朵。哎，等一下。哎呀，又倒是一桌了。来，真厉害。哎呀，我的喷的。好，起来。我这。哎，终于到碗了。哎呀。通子，你看这就记好了，是吧？好吧，那是的。准利息，准利款，我会拿着工资的。喷，小心点，这有三个小东西嘞。你莫要翻嘛，要放心喽，我莫弄到了，你的喽。在意喽，莫紧张喽。我挣来的钱，我用都见真的是。五条，我就没办法。哎，那就这样子拍的了，不按牌理出牌，你要去实际做，那就不填分了。我是外滩的喷子，我把困难留给你。你还要？你都喊我了。马军呢？快点工资，他不进了就不得支付了，啥子？您勤劳，这晚都不回去支付。哎，马军，过过年啊，你们那超市到这个开始忙了，我们准备买年货的啦。还没吧？估计还得过几天。哎呦，你快叫我回来的了，你不怕吵鱿鱼啊？你来干什么了？我是来找马军的。哎，没钱呢，好久没看见他白沙井打水的了。哎，听得干你那个有钱的老公病的啦，难怪今天只冒着那大奔车送你来了。哎呦，打你们的白了，少干些个坑的了。打吧。你来个找他怎么着了？一点私事，未必他跟你还有么子关系啊？哎呦，你莫谁么子了都要管好不？你又不是跟俺局的。哎，你等一下啊。哎，马军啊，哎，有人找你。是你啊？有什么话你说。马军，我们能不能出去谈谈？行，没见识，不是长得小白脸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就这儿吧。啊，马军，我这……我知道。你是要告诉我，让我别把那天知道的事情告诉你的大儿子。马军，这事儿首先是浩夫的不对，他不应该开除你。你理解错了，不是他开除我，是我自己不干了。那也是他的错呀。我觉得你没必要为了他跟我这个穷小子低三下四的。
如果说有错的话，我觉得你改遗嘱那个事情真的错了。你要责怪就责怪我一个人好了。只是马军，我希望你不要把那个秘密跟浩夫说，任何人都不要说。我说了你没错，是陈浩夫那个混蛋，你知道吗？他利用我逼着文英非要跟他在一起，还逼着文英穿他不想穿的高跟鞋，现在逼得文英根本没法见人。会有这样的事情？你要是不信你自己去看吧，文英现在还含着泪穿着他送的那双高跟鞋呢。你刚文英脚上那个孩子是哪一个生的？蔡姨。是不是他屋里那只王八崽子陈浩夫那只超生狼？到底是不是啊？我蔡姨，蔡姨不行，不行，蔡姨，真的，先慢一点啊！你屋里，赶紧去那个楼梁里，操他妈的！先生，你听我解释嘛！你，哎呦，你操死他呀！蔡婶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好吗？我听了你的话，我得睁眼的话。哎，文姨，快走！你强求我文姨一分还不行啊？还要扯出我们三名？文英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！我会当什么都没说的，你快走！哎呀，文英的事情我一定会好好解决的，你们相信我好吗？啊！哎呦，你快走吧，你快点走吧！你这好不容易熬了我，把我开了，你个真爱千刀的啊啊！你个真爱千刀的啊，个真该死的真好夫啊啊！你害死了我屋里文英了。我要跟你拼命了！我有你杀个哥，你问我哪我？哎呀！文英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来干嘛呀？你来看我笑话了吧？不是，是浩夫不对，他不该开除马军，更不该用这双鞋来羞辱你啊！哼，我看你是想拿钱来摆平这事儿了吧？你把钱拿过来，我肯定会要。我没带钱，不不不，文英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做那种伤你自尊心的事情了啊！哼，说得好听，陈浩夫挺好的，我跟你说。他不家教好的董事长吗？我当他小三也不错。哎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，那会害了你自己的呀，知道吗？你少废话！你到这来干嘛？你不就是想听我说这些话的吗？你走吧，你走吧，我不想听到你。哎，文英，你别走，文英，你别走，你听我说。你不要拦着我！董事长他妈，你别跟着我了，我真的不想看见你，别跟着我了，我就是个自甘堕落的人，你们不要管我。文英，文英，你别生气了啊！我没有生气，可是你心里很难受。这双鞋穿在你的脚上，你心里会更加难受的呀！啊，我是心里很难受，所以请你把这双鞋还给你儿子。文英，文英。服务员啊，你们这里有卖那穿高的多的哪一个吗？嗯，没得啊。那你们这里有敲得快啊，一天到晚还要卷南墙，不晓得死活的哪一个吗？蔡婶，你一定是误会了。我要冒完王八崽子，要你操么子事了？小心老娘发暴气，抓他王八崽子放血就是的。蔡婶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出去说吧。你看这儿这么多人，对文英的影响也不好啊。你是怕对你影响不好吧？你想干啥迫害，戳得别人要死，我躲！哎呀，你别进来！就是。
你查了。